大家好，今天做个拉丝小面包。碗中打三颗鸡蛋，放适量酵母、适量白糖，搅拌均匀。倒入两勺面粉，搅成面絮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移到案板上，推拉揉搓出这种手套膜，然后再分成等份的面剂整理一下，取一块面剂改成椭圆形，撒上红枣碎，从一头卷起来，再改成椭圆形，再从另一头卷起来，这样一个面包生胚就做好了。然后碗中刷油，放入面包生胚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两倍大，然后上面再刷一层蛋黄液，盖上保鲜膜，水开上锅蒸40分钟，焖5分钟出锅，鲜软香甜又拉丝的小面包就做好了。喜欢的朋友双击加关注，感谢支持。